不用出门，在家就能吃南瓜饼。南瓜切块蒸熟，压成南瓜泥，加白糖糯米粉，揉成面团蘸面包汤，热成油温下至金黄即可。巧克力这样做，隔壁小孩又馋哭了。面包压实，中间加巧克力，用杯子这样沾蛋液、面包汤，油温热成又下锅，蘸至两面金黄即可。想让孩子考试状态好，这个食谱不能少：大米30克，花生20克，核桃2个，黄豆30克，水800毫升。豆浆模式，煎熬煮煎破壁20分钟即可。最近大米发高火了，我也来凑个热闹。大米泡2小时，放入破壁机，加适量水，按火收件打成米浆，倒入碗中，3克酵母，30克白糖，2勺面粉，搅拌均匀，盖保鲜膜醒发至表面有小气孔，搅拌排气后倒入纸杯8分满，撒点葡萄干，蒸30分钟，焖5分钟，香甜软糯，很好吃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是不是又偷偷吃了冰淇淋啊？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，这道甜品你要收好了。南瓜切块，放入锅中蒸熟，加入白糖、糯米粉，揉成不粘手的面团，搓成小丸子，一定要水开，放入丸子，2块红糖，丸子飘起后加入酒糟、红枣、枸杞，冬天手脚冰凉的，趁着三伏天好好补补吧。你一定不知道，火龙果皮里含有珍贵的花青素，美容养颜、抗衰老。果皮加水稍微煮一下，不要煮开。过滤后加入白糖和白盐粉，小圆冷藏2小时，再倒入椰汁搅和一下，美白养颜又好喝的夏季自饮制作完毕。没关系，天空越黑，星星月亮，我也满身娇美的，成为自己的月亮。等我